大家好，我姓黄，我叫黄逸婷，我是黑镇医院的注册糖尿病教育者。在今天的视频当中，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寻找注册糖尿病教育者。首先要感谢池医生为我准备今天的演讲内容。如果您需要在家的附近或者工作单位的附近寻找注册糖尿病教育者，你可以去到 ADEA 的网站。ADEA 是简称。它的全称叫做 Australia's Diabetes Educators Association，中文名字翻译为澳大利亚糖尿病教育者协会。在主页的左下角，你可以看到 Find a CDE 的标识，在它的旁边有一个空格，在空格当中，你填上自己家庭住址的邮政编码或者所在的区域，然后按下那个黑色的搜索键，你就可以开始自己的搜索了。就拿我来举一个例子。我在黑镇医院工作，黑镇的邮政编码是2148，或者我可以将黑镇的名字 Blacktown 填入这个空格当中，按下搜索键之后，我和其他糖尿病教育者的基本信息就会在屏幕上显现。这些基本信息当中包含了这个糖尿病教育者可以使用的语言。如果你需要找一个营养师，同样的步骤。请点击 Dietitians Australia 的网站。这个网站呢，我已经在屏幕上给你标示出来了。Dietitians Australia 的中文名字叫做澳大利亚营养师协会。在页面的中间有一个地方写着 Suburb，你就可以将自己家庭住址所在的区域或者邮政编码填入这个空格当中，然后按下搜索键，就可以开始进行搜索了。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